他好像比较热情一点。好，接着呢，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。那如果大家觉得就是唱的好像还不错，然后歌还可以的话，就麻烦到 Facebook 搜寻陈鼎九，然后帮我粉丝专按个赞，谢谢。好，大家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我去年五月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《一读不回》，送给你。
谢一读不回，谢谢我的陈恩九，谢谢，所以你们喜欢。